大家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今天为大家分析一下，你希望把你的产品关键词放在 Google 全球首页吗？大家请关注这个 video。 Google 现在全球里面每一分钟产生200万这个查询， YouTube 有130万，这两个在这个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两个的关系。我们打一个关键词，rotary hippies。我们在 google.com 这个搜寻里面看到这个效果。第一个连接是网页，第二个连接是视频，第三个是网站，下面全都是网站。第二个就是一个香港公司在过去几年就是花很多资源在这个 video marketing 里面做出来的。企业家公司在全球里面这个行业里面现在这个权威是很高的。我们再放到网页这个页面里面去看。在这个页面里面十个连接它只有一个，结果没有太大影响。在下面我们看一下。在下面有两个冠名的简易搜寻， Google Pass Sublimation Heat Pass， Google Pass Rotary Heat Pass for Nanya。 这两个简易搜寻里面为这一家公司带来这个影响有多大？一般客人觉得这家公司有那么多外联，有那么多这个产品这个 video， 对这一家公司这个诚信度提升很多。这两个关联页面里面带出来这个关联这个连接有多少，这个差不多2000，这边有11000，加起来差不多20000个连接。一家公司有20000个这个外联为他带来这个访问量有多少，这个积极大家去想一想。因为这个连接从哪里过来，就是大部分都从 YouTube 全都是 YouTube 过来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能看到 YouTube 跟这个 Google 这个关联这个影响 在全球里面这个搜寻习惯产生多少变化。现在我们在这个网页页面看不到广告，我们转到这个 video 里面看，广告出来了，里面有5家。我们放到另外一页，第二个页面有7家广告。那么在这个搜寻器里面首页肯定是最贵的，第二个页面便宜一点，就是多人去投放这个广告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左边产生出来10个连接，这一家公司基本上拿了8个。放到第三个页面也有，也是他们公司的。第四个页面全都是他们公司。第五个页面也是一样。第六个页面也是一样，这个改变不了。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跟大家说明，就是他们这样子做到那么好的效果不是一天做出来的。他是经过一个过程，每天去产生一些 video 放到这个平台，放到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，在整个过程里面产生这个外联就达到这个数量。因为这些外联为这个公司带来每一年几百万的一个业务，这一家公司他没有参加前两位，他没有在 B2B 里面懂。我们今天为我们的产品要做一些改变，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做成一个 video， 把它放到 YouTube 这个平台。要是大家要放到这个 YouTube 平台有一些困难的，我们为大家建了一个平台 Pod Channel， 大家可以在这边注册一个账号，免费的，把这个视频传到这个平台。我们在香港就把大家这个 video 转到 YouTube 这个平台。
要是大家对这一块有什么自身疑问的，大家可以到我们微博提出一些意见，让我们为大家分享，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。谢谢大家。